我重要的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是郭德香，郭德香的香的香，郭德纲先。说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郭德香，郭德香。那郭于二位老师，我们老哥俩啊，郭老师、于老师，这么多年狼狈，那个不是，哎，那个经常合作。说相声，你拍电影能火吗？巨火！看小岳岳了吗？你搭档？没拜人啊？说点实话啊，其实我也想火，我也想挣钱，我也想脱离德云社。什么？不是。简单的自我介绍，我是怕摄像大机，摄像大机，摄像大机干嘛？你牵着担，多疼啊，这玩意儿。